this is crime cry for real re。a 音乐之家三凯幼儿园中美对比，这个三凯幼儿园呢是这个三岁的啊。 因为美国的幼儿园呢，它是叫呃 Kindergarten，Kindergarten kindergarten 呢是五岁的时候的，也就是像我们的学前班啊，中国大陆叫学前班那四岁的时候呢叫 PreK，那就大班了，啊，那三 K 呢，三岁呢，那大概就是中班。 那中国呢，在小的还叫小班儿哈，这个美国咋叫法我不知道啊，因为美国也有两岁的一岁的小的幼儿园、啊。这个因为三 K 呢是我这个两个双胞胎呢今年刚读，所以呢我在中国的时候，我那个儿子上这个中班啊，也是从这个叫小班中班啊，上过三岁的中班。 呃，这样呢，那个做一个对比。呃，没有上学以前啊，我就要迫不及待的对比了，因为包括我那个已经呃不在了的女儿，还有我这个大的儿子，上学第一个感觉就是唱歌，啊，回到家里以后。 这个两个老虎，什么什么两只老虎，什么两只老虎，是吧？两只老鼠，还有这个什么北京天安门，什么我爱北京天安门，什么北京天安门上太阳升，是吧？哎，回家就唱这个歌儿啊！而且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不让我唱啊，他唱，不能我不能唱啊，让他自己表现啊。我就想到这个这两个双胞胎在美国来读这个。 张开啊，叫中班啊，中国是中班嗯、呃，会有什么表现呢？回来以后也唱歌，但首先呢，时间比较长啊。呃，在中国呢，一般是两个礼拜就回来唱歌了啊，在美国呢，他两个月才开始唱歌，而且呢，这个唱的那个东西呢。 比较少啊，不像中国呢，把一整首歌唱完就是来回这么会唱那么几句啊、呃。这个唱歌呢，能够感觉到呢有不同。我呢，从这个跟这个老师跟家长的交流啊，他每每天呢就是把那个小孩玩的一些照片发过来啊，就是说拍一个照。 发那么个几十张啊，肯定有你小孩的。每个小孩的都会拍那么一两张特写、啊，然后呢，集体的也拍那么、呃、两三张啊。这样你在你这个呃手机里呢，起码能看到三四张你自己小孩的照片啊。那那当然更多是别的孩子的。呃，然后还有一份报告，报告呢就是报告今天。 呃，同学们学了些什么东西？这里面呢，就有唱歌啊，每天唱歌跳舞啊，什么这个都有。但是呢，确实这个唱歌呢，跟中国呢就不太一样。中国就唱中国歌啊。那美国呢，当然主要就唱英语。但是呢，我看了一个班里十五个小孩有五种语言啊，除了英语之外，还有呢这个西班牙语、中文、韩文、拉丁文，啊。 呃，一方面呢是唱英语歌，另一方面其他的语言呢也适当的给他们放一点所以呢，这样他肯定听得多啊，这个记住的就肯定不多。老师一个歌重复，他肯定是，呃，呃，懂得多一些。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小，也就是说呢，呃，主要是让小孩玩呃，学习的东西像学习扣扣子，偶尔。 我老婆说：“哎呀，你看全全在中国的时候，这上学两个月会扣扣子了，现在在这里两个月还不会扣扣子啊？哎，对，呃，确实他学的东西少，呃，当然压力小的话，小孩就愿意去上学，所以肯定在中国的时候呢，那小孩不管我原来那个女儿还有大的儿子，上上幼儿园，都是说不愿意去。哎呀，我累了，我要休息，我不想去幼儿园啊。” 在美国呢，他就说：“哎呀，怎么还不让去幼儿园、啊？星期六、星期天了，哎呀，为什么今天不让我去上学了？”我说：“今天星期六，啊，星期六我也要上学。”嗯，我说：“星期六不能上学啊，星期六、星期天都要上学。”就是说呢，小孩没有压力，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那玩的开心，更愿意去上学啊。那没上学之前呢，我就想着会不会他妈说那个扣扣子的问题是吧？我就想到一个戴口罩啊，因为现在都戴口罩。 还有呢，这个上厕所啊、哎，上厕所呢，他每次因为有个小孩有一个小便的一个厕所，他到那个小厕所里，然后我再往那个大厕所给他倒。我想着学会在大厕所上不，不不用每次臭烘烘的，还要我给他倒，还要给他洗厕所，多麻烦啊，是吧？哎，两个月没学会啊，也就是说呢，这东西呢教的少，学的慢啊，压力小。那呃讲这个中美对比呢？ 呃，有人希望呢，用一个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说啊，比如说，哎，中国呢就是一碗屎里有粒饭，美国呢就是一碗饭里有粒屎，啊，这个呢简单明了，谁都听得懂。但是呢，这个呢不太客观，不太确切啊。中国呢确实也有一些好的地方。 或者说它不太好，但是它有它特殊的地方，比如说那是父母花钱的，是吧？你必须让小孩学的多一点，否则的话，人家爸妈去选别的幼儿园去了。美国呢，他反正大家都按部就班那么做，竞争压力没那么大。幼儿园跟这个小孩的数量挺多的，经常报报就报满了。你想去别的幼儿园，人家别别的幼儿园就满了，没有空了。 所以说呢，大家都压力不大，都学的东西不多，是吧？这么说起来呢，哎呀，这个就人就容易头晕。哎呦，我这说了半天，听得稀里糊涂的啊。就就有人说我这个做节目说你东一榔锤西一棒头，这里戳一下，那里戳一下，听不听不明白啊？那简单的说的话呢，啊，好像听得明白了。 但是呢，说的又不够客观，啊，呃，所以我呢还是按照我的风格做啊，大家慢慢讲究。当然呢，我呢尽量的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告诉大家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差别啊，谢谢大家。